家好，来玩一下吧。铃就是，它就是关掉，然后你把它按到一之后，来，你按这个黑色的按钮，它就会哔一声。好，然后我们要讲话，让它模仿我们。哆啦 A 梦好棒，好，然后再把它关掉，它就会再哔一声，然后你再把它压下去。然后就这样，然后你再压一次，可以再重复，你要听吗？它就是哔声卡，然后我们要讲话，让它模仿我们。哆啦 A 梦好棒，好，然后再把它关掉。然后我这段影片会播很多的东西，你会讲光。好，这个已经介绍完，你可以在上面用一张涂鸦。如果你会做，我给你们看里面，你要观察怎么做。好，我会给你们多一点时间看。好，给你们看里面是怎么做的。你看，哇，好难哦！我爸是科学家。同时两个音，不小心压到了。那可以换另外一个。好，这个先弄掉。这个是发亮台灯，它在上面也可以。下面的是比较小的装置，这很像蛋糕盒那个。哇，好棒！这可以当成恐龙怪物，就是恐龙踩进盒子里它脱不出来。然后就这样，好，这个黑色的按钮按下去，它有时候会怪怪的。然后还有另外一种灯，你看这次的是比较慢，这次的不一样，一下咣一下咣。好，然后它可以发亮，还可以变成假装恐龙的盒子，哇！然后它吃草的时候，呀，跳到你身上，它可以和这个一起玩，你要看看吗？就是这样。我是恐龙，呀，好玩，按下去。我是恐龙，呀，很像它真的在，就是你把这个放到旁边藏起来之后，你讲一句之后，你再按一下，然后你再用这个玩修，就不用修，然后它就会自己自动讲，很好玩。然后我给你们看下面的是怎么做的，然后最后然后用你喜欢的盒子，你喜欢的不一定要跟我们这盒子一样。等一下，我还会